灭黑暗，毁灭光明，毁灭阴谋，毁灭信任，毁灭一切不能被毁灭的存在。一流的剧作家，一流的表演者，他们不仅仅希望观众只是冷眼观戏，而是希望观众比他们自己更加的入戏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伪造证词的一流的高手。三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找不出杀害钱司令的真凶，那这只钟将会是诸位的丧钟。生死存亡就在这长短针几圈转动之间。我的命就在这里，要动手就别拖了。要想捉住鬼，首先得把自己变成鬼。这是囚庄，是你的法庭，你的监狱，你的刑场。要我死还你活？撒谎的人不是我，可我是你的。我非要被这几个没种的男人给害死。你这后脑骨，他也是反的。一人一口气都别喊了，都得死。你敢陷害我，我弄死你。